喂，哎，你好，是特战旅部吗？程立山回没回来？怎么又是你？不是告诉过你吗？以后别来找程立山了。这好好的大活人，怎么说没信儿就没信儿了？你得给我一个说法吧。没有说法，这就是说法，明白吗？跟军部要说法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他朋友。好朋友，他爹都不行。喂，是西安教育局吧？对。你好，请找一下督察霍大成，请问他现在已经回到西安了是吗？他出去巡查了，还没有回来呢。小徐，小徐是你吧？我听说你的声音了。我是程立雪。对不起啊，我现在很忙。不是不是，小徐，我是霍督察的妻子程立雪。我结婚的时候你还来过的。你送了我一件旗袍，我嫌花，你说好看。你一定记错了，我们不认识。好吧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请你一定告诉大成。我现在在陕南的某雷镇，我在何府唐先生这里，我的号码是。没事了，你赶紧出去了。霍先生，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刘秘书，这是我家里的事儿，请您不要打。这也太莫名其妙了。我现在请您出去，可以吗？就是这个号码呀，我没有记错的。这是小徐啊，这就是小徐的声音啊，怎么回事？大哥，县教育局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。怎么说？灵县教育局确实收到了上级霍大成去视察的消息，可是人没去，也联系不上霍大成。那个所谓的同事果然是有问题。哥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送回西安得了。到了风雷镇，就跟咱们有关系，不但要管，而且得管好。去吧。行。你就是西安来的小姐吧？我叫刘二全，是何府堂的大太太。大太太？
你刚来家里，有些事还不知道，慢慢就知道了。何夫人好。好。这姑娘多俊呢，比何府堂那三太太还俊呢。听说你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。 我是真的吃不下东西。你丈夫还没有消息啊？也不知道王三春绑架那一会儿，他还没有其他势力啊。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那你说，这王三春还会不会有同伙来救他呢？哎，牛牛，陈小姐，陈小姐。 大小姐，我爸爸说不定特别有学问，所以我们想过来跟您比一比。对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是你大娘，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大小姐，比什么？你看，这是我画的。 你给天上的星星都起了新名字，用的是你认识人的名字，对不对？嗯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叫天狼，属于大犬座；织女星呢，属于天琴座；北斗七星又叫大熊座。这每一个星座后面都有一个神话故事的。啊，您能给我们讲讲神话故事吗？ 您能做我们的老师吗？好啊，不过今天太晚了，明天讲给你们听。好啊，拿好了。司令，李少爷今天很反常，整个人跟丢了魂一样。怎么呢？他一直在找一个人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。他每天除了睡觉、吃饭，就是不停的在打电话。他都去过什么地方？他去过特战局，但是好像还是为了找这个人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女的是个军官。 我亲眼见过他杀人，说明跟他有瓜葛。你一定要替我严密监视他。有什么情况马上给我打电话。是。哦，另外，你还得办一件事情。司令，您说。西安教育局有一个叫霍大成的人，职位是督察，你想办法帮我查一查。这个人也跟李少爷有关？嗯，应该是无关吧。总之，我想知道他的确切情况。 以及他现在是人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是在西安呢，还是在凌云县？好，明白了，我尽力巡查。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怎么样？最有情况都跟咱们预料的一样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个女的不见了。只怕这又是魏正先在捣什么鬼。 真有点后悔，这个李淑敏啊，这个外甥，当初我还挺支持他去追这个女军官的，没想到这个女的和魏正先打上边了。不疼，这跟你没关系，他跟那女的早就认识了。魏正先的目标是你，暂时淑敏不会有什么危险，而且还离你这么远。嗯，但愿吧。 刚才我听电话，你让大牙查一下霍大成。哦，那个程小姐是真可怜，我是想帮一帮她。哎，你找谁呀？哦，我找霍大成督察。你是谁呀？哦，
我呢是廖记裁缝铺的伙计，这些呢是要给霍先生送的绸缎，他前段时间在我们这儿订了料子。他人不在啊，要不你把东西放我传达室吧。哎，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你东西放不放啊？这个不能放，还没付钱呢，谢谢啊。好。何司令，请进。哦，不打扰了。没事。您这是？我想了一下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应该回到西安去找我的丈夫。可是，现在没有他任何消息啊。另外，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一定回西安了？陈老师。我今天来是代表我的女儿，还有她的同龄人以及这些孩子的父母们。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想请您留下来教书。哦，据我所知，您到陕南来要视察的就是陕南的教育现状。啊，我是胡乱猜测的啊，很冒昧。我觉得在这种地方教书育人可能是您的理想，对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是的。那太好了，我就代表这些孩子们，恳请您留下教书育人。你信得过我吗？我信得过，一百个信得过。可是……哦，对了，您丈夫霍先生一旦有了消息，那个时候您想去想留，我绝无二话。谢谢陈老师。这是原来刘家的宅子，我找人翻修了一下，喜欢吗？嗯。你是说？让我搬来这里住吗？嗯，这地方雅静，姑娘来住最好不过了。多嘴。他说的很好，我也是这意思。等收拾停当了以后，你就搬过来住。你有心了。哎，对了，等你搬过来以后，你需不需要勤务兵什么的？不，我不太习惯。没关系。我可以让女子亲兵队的人来，我跟彩玲说。真的不需要了，我跟新月两个人，我们俩早都习惯了。嗯。好。等搬过来以后，我给你介绍一些朋友，好吧？我不喜欢交朋友。他不一样，他叫程立雪，是我从燕京大学历史系。请来的老师，我敢保证你们一定会很投缘。是吗？那我倒是想见一见。好，那你们先自己先逛一逛，我一会儿派车来接你，好吧？好，你请便。以后咱们就别这样，好吧？何老爷再见，小姐。何先生是个有心人，用得着你说啊。小的时候就是在这儿受过启蒙教育，那时候上学读书挨板子，回家挨爹的板子。
怀念吗？嗯，怀念，特别怀念。孩子就是这样的，希望得到快乐。如果可以让他们主动的愿意获取知识，习惯并尊重他人的存在，这就很好了，不必对他们苛责太多。我说的这些，也许你一时半会儿不能够赞同，是不是，何老爷？嗯，老爷这个词儿很久没听到了。开玩笑的。我在想，我小的时候要有你这样的老师该有多好。我还没有开始上课呢，您就开始恭维我了，不怕我教不好吗？没有。我相信自己的眼光，我也相信我自己女儿的眼光。你们谈过了？那说过，他们很喜欢你。哎，对了，那个，你丈夫霍大成的事儿，我们现在正在打探消息。有什么消息吗？没有。哦。我很矛盾。怎么了？孩子们希望你留在镇上，在这待一辈子，教他们一辈子。我非常愿意的。那你丈夫的事我就不打听了。这不行，何先生，你得帮我打听啊。何先生，我会尽力的。没想到我离开没多久，姐姐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这事儿还是怪我，当时不让她去陕南，就不会出这事儿。那怎么办？无论如何都要救姐姐。放心吧，我现在需要的是时间。不行，必须马上营救，晚了怕姐姐连命都搭上。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，我提醒过你，这件事不能对任何人再提起。下去吧。是。江战，曹刿请见。其相曰：“肉食者谋之，又何坚焉？”刿曰：“肉食者，彼未能远谋。”醒一醒。今曰。刚才我说的信什么意思？文先生的话，信就是写信的意思呗。我坐下。回去以后我抄十遍曹刿论战啊。你说说，信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会不知道呢？把手伸出来。啊！施先生，施先生不能再打了，再打该打坏了。哎呀，请进，请进。你是？我叫程立雪。哦，你就是那个燕京大学的毕业生。施先生好。哎呀，多好的姑娘啊！啊，
燕京大学在什么地方啊？在北平。哦，你教过课吗？教过两年课。你们学堂也是这个样子？不太一样。你们那儿教课用戒尺吗？不用的。不用？不用。哦，来来来，请。请，上讲台。施先生，您这是？张老师，你是有学问之人，你给娃娃们讲一下吧，啊，我也听听。没关系，我也听啊，我也听。可是施先生，我应该讲些什么呢？讲什么都可以，随便。那孩子们想学些什么？啊？老师，我想学跳舞。学跳舞很好啊，我可以教。老师，我想知道中国有多大，世界有多大，他们都长什么样呢？这是地理课，这方面我也可以教。老师，我想学修汽车。这是一个专门的技术，暂时我也不会。不过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学习，一起研究。当然，我还可以教你们音乐、戏剧。程立雪被孩子们求知的热情所打动，他觉得风雷镇是可以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。而施喜如因年事已高，更应折服于程立雪的博学，决定将这些孩子托付给程立雪。我一定会尽力教好你。在这儿，我先说出几个新的规定。老师进到课堂前，同学们要先起立，举手提问题。还有，在这里上学，你们大家是平等的，都是同学。可没有什么谁家少爷谁家小姐的，大家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徐中德，从今天起你是班长，你喊起立。是，起立。老师好。赵小姐，这是福堂为你准备的水缸，是专门用来捐雨水让您喝茶用的。有心了。24时一炮，四库全书一炮，还有西洋的典籍林林总总。书单的是我开的，慢慢翻。如果是不够的话，让新月直接来取就行。嗯。把书搁到小姐书房码好了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这儿有几块上好的料子，何先生说给您裁的，做几件衣服穿。小姐的喜好和尺寸我都知道，一会儿我帮你弄吧。哎，那感情好啊，我这儿等着。谢谢。哎，好。前面的是斗南山庄，府堂已为您准备好了。晚餐呢，由他们负责送；早餐跟午餐呢，由府上饭庄送，都是好厨子。这样会不会太破费了？你问他吗？这些铺子都是你的吗？大半不是。那这……哦，你放心，银行每个月会跟你们结算。前面是我的夫人。说话特别不好听，别往心里去。小玲，哼，可不是抢吗？你老躲着我，我哪找你去啊？这谁啊？有没有个长幼尊卑啊？一点规矩都不懂啊？还不快叫大姐！叫啊！行了，人家是进士家的千金，咱们高攀不起。
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别忘了请我喝喜酒啊。该习惯习惯吧，在意好吗？哼，真贴心。不是说好了互不干涉吗？我干你什么了？我懒得管。我告诉你，何福堂，你把王三春给我看好了，哪天我一不高兴，我把他给宰了。吓唬谁？想多了。最好别闹事，王三春对谁都好。福堂，嗯，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，白瞎了。走了。要造反是吧？起开。嫂子，对不起，没有大哥的命令，谁也进不了这个屋子。蓝玉，你把门开开，咱俩都省事儿。我看看，跑枪！司令有令，谁要硬闯，就地打死。你他妈要造反是吧，蓝玉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？嫂子，你今天打死我可以，但你要想进这屋，你进不去的。行，来源，有种，你哥没白疼你。我能看一眼王三春吗？我他妈就看一眼。嫂子，就一眼。好了啊，苏玉，我的棋呢是小的时候父亲教的，很久都没有下过了。你让我几个字？我把一个定式给你看。认识吗？不认识。这叫做倒垂帘。你既然不认识，那就受两子吧。好吧，小的时候父亲也是让我两个字。这里的格局，还有书房的陈设，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和爷爷在一起的日子。福堂，
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是我的荣幸。你是想让我习惯下来，然后心甘情愿地嫁给你吗？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。你是说就这样？对，就这样。就算是我们两个心里的秘密了，好吗？我还是不太明白，你明明是花钱买我来的，却怎么都不肯承认。这里的家具摆设又处处这么用心，你现在又说不勉强我，我真的是欠你太多了，我该怎么感激你呢？有了谢欣就不是朋友，我只是希望素颖你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呢在不打扰你的情况下每天来跟你喝喝茶，下下棋，听听你的琴声，我很满足。想不到你竟然是一个知己。知己谈不上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在这儿得到一份你应该有的宁静。你我君子之交，就凭这一杯茶。好吧。请吧。请。稍等，我速速做。等多久了？你们下棋太专注，我不好打扰你们。不知道素颖听到以后，是应该高兴呢，还是应该很惭愧？什么事说？廖大牙从西安传来消息，那个女刀客出现了。廖大牙说，之前树敏像着了魔一样找他，今天他突然自己出现了。会不会是魏征先搞的鬼？现在还不清楚。廖大牙有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？我问过他了，他说没法接近他。哦，对了，他说查到霍大成了。怎么样？他说人已经回西安了，据听说生病住院了，没有回郊区。继续查。那个女刀客真是太危险了。那大家有没有说明天什么时间来电话？明天上午10点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走吧。见到李书敏了？见到了，一直在找我，魂不守舍的。好事儿，你姐姐有事儿，被一个姓何的叫何福堂压在了风雷镇。何福堂？对。你大概不知道，他是李书敏的亲舅子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这个何福堂啊，眼下还动不了他。据我所知，他现在势力很大，手底下至少有5000多人，还得从李淑敏这儿动手。是，
对了，那天我在李淑敏家，好像有人跟踪。什么人？没看见，我只是听见有动静，跟出去之后没见到人。好事儿，下一次再去李家的时候，我会在周边布控，一旦发现有人，立刻抓活口。是。大牙，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。为了你的安全，你还是暂时不要去淑敏那儿。那个女军官非常狡猾，她背后绝对是军统的人。我估计他们开始怀疑你了。这样，你先在旅馆住上半个月，哪儿都别去，好不好？是。有必要的时候，你再去查这个霍大成，再去淑敏那儿。明白了吗？好，明白了。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李山，是你啊！来，李山，你来了。不要叫我李山，叫我刘芳。我顺路过来看看你，给你买了房上的点心。芳芳，你真好。昨天给你家打电话了，一天都没有人接。不可能，我昨天一天在家，电话没响。逗你的，一起吃饭吧。好，西安城的馆子随便你挑，你说吧，你想吃什么？就在这儿吃。我这儿什么都没有啊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打电话让别人把饭菜给送过来，好不好？你等我一下。吃点啊。听说你们这巷子死过人？前段时间的事儿了。看来你这儿也不太平，平时注意安全。芳芳，有件事我想问你。说。前几个月我在泡馍馆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被一个女的杀了。那女的长得有点儿，有点什么？有点像你。没错，那个人是我杀的。他是军方的一个叛徒。怎么了？叛徒？没事，没什么。是不是不敢喜欢我了？芳芳，我敢。你记住了，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一切，不管你什么样，我都爱你。淑敏，除了我姐姐，最疼我的人是你。有一个人被一个女的杀了，那女的长得有点儿，有点什么？有点像你。没错，那个人是我杀的。他是军方的一个叛徒。怎么了？叛徒？
没事，没什么。是不是不敢喜欢我了？芳芳，我敢。你记住了，爱一个人，就要爱他的一切。不管你什么样，我都爱你。淑敏，除了我姐姐，最疼我的人是你。谢谢。你真的答应何福堂留下来当老师？是。你看我们这个地儿这么偏远，你一个洋学生受得了？也没什么受不了的，都是教书，只要能够教孩子读书，我就挺开心的。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，想法就是古怪。你看我们风雷镇这些后生，要不参加了民团，要不到回龙街去做了买卖，还有一些咬文识字的也都出去了，就你一千里迢迢的碾过。都是命运的安排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风雷镇的未来是要靠自己人的。假如我留下来教孩子们读书学习，能够让他们将来可以建设自己的家乡，也是挺好的事儿。谁的照片？我跟我先生的，我能看看吗？书，你坐下啊，我去找本书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觉得你先生穿着西装挺好笑的。西式礼服就是这个样子的，穿好了还挺精神的。你先生为什么丢下你？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隐情吧？我也觉得奇怪。我打电话到教育局去，他们说根本没有这个人。最奇怪的是，我连我的妹妹都找不到。那你为什么不写信给他？打电话有时候靠不住，说不定他出去了，说不定是别人接的电话。写信就不一样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应该写信的。谢谢你啊。老师你好。哎，霍督察，前一阵子有个裁缝铺的人找你，说是给你送料子。裁缝铺的人找我？对对。那他没有留下什么信儿？没有。啊，行，谢谢啊。太客气了，不客气。
接四号线。喂。是我。李淑敏那边怎么样？姐夫，我一连去了三天，咱们的人也在四周监视，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人。嗯。可能没有盯梢的人，是我那天太敏感了吧？敏感点好。我告诉你啊，对方在试探我们的耐心，还是应该保持你的警惕。好。刘大爷吗？是，大哥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霍大成的办公室呢。查到了什么没有？别提了，他办公室里什么都没有，我还找了半天呢。廖大牙可能被杀了，在教育局霍大成的办公室里，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听到两声枪响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声音了。是不是盗贼给杀了？凭廖大牙的身手，教育局的人不可能杀得了他。哥，这霍大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如果廖大牙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被杀或者出什么事情，那他肯定有问题。太乱了这件事情。女军官、魏正先、树敏、廖大牙、霍大成，太乱了。二小姐，您找我？你还知道我是二小姐啊？想想你们皇家在我们刘家三代为仆，你爷爷是个中仆，可惜死得早。你爹是个财迷，不过对主子也算是实在。唯独你这个小兔崽子最不是东西。自从我失了局面，连个照面都不打。那何补堂和朱彩玲是你亲爹亲妈是吗？我们刘家的人还没死过呢，忘恩负义的东西！小的就是吃。
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怠慢二小姐您呢。我几时攀得了何老爷的高枝？只不过是被黑娃大爷分到了厨房，做个跑腿的。厨房里面竟是一些鸡零狗碎的扯皮事儿，就没过过一天消停日子。小的经常想，倒不如在二小姐跟前当差赖得自在。这小嘴倒是周到，怪不得把东院里的小翠迷得五迷三道。二小姐，这可不能乱说。你做的好事你当我不知道啊？我虽然现在不当家了，但我毕竟还是主子，就凭这一点我能要了你的小命，你信吗？二小姐饶命，只要您不把这件事声张出去，小的和小翠来世愿给您做牛做马。是是是，我不信这套。我问你，每天给王三春送饭的人是你吧？二小姐，应该不是让我去给他投毒吧？那还不如打死我呢。谁让你投毒了？我只是想让你办件小事儿，事成之后，我给你300大洋，任你跟小翠儿远走高飞，过你们的小日子，怎么样？这……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找几个婆子到东院去。小翠儿喝下的药渣子应该还在，把它翻出来，让大家看看是什么药。你说这何补堂要是知道了，你是死还是活啊？二小姐饶命。有什么要小的办的，尽管吩咐，小的一定照办。起来说话吧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你们是不是想害死老子？他娘的，端的什么东西啊？闻着我就肚子疼。曲倩，把东西搁那儿，走你的，别管那狗东西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我肚子疼得厉害，我要上茅房。来，帮我把这解开，快点。先忍着，老子打完这把再说。哎呦，不行，我要拉裤子里了。哎呦，那就拉裤子上，没见几位大爷正忙着呢。哎呦，蛐蛐儿，你还是带他去吧。啊，来，这个是开脚的，这个是开手，你们快点，轻点，我要拉裤子里了。去吧。啊，哎呀，哎呦，你们快点，把它解开，我要上茅房，快快快快快点。哎呦，哎呀呀，啊，走。拿着，他不老实，就往他身上招呼。白云大爷说了，敢动一下念头，就地打死。赶紧的啊！哪个？上一不听我说。走。该你。邪门来。哎呀！这个纸条是你放的，什么意思？有人问候你，看不出来。什么人？能救你出去的人。娃娃，你在拿我寻开心是不是？我只问你想不想出去。不想。哼，王司令果然名不虚传，只当我们家主子多事了。真正的主人，后生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没跟你闹着玩，现在时间不多了，我问你什么，你答我什么。钥匙倒是木子了。哎，手和脚各有一把。我想去县城找人配钥匙，应该不难。
你倒是机灵。那王三春说什么没？他到底有没有人马？他说，在镇巴倒还有3000人马，只不过这一次孤身犯境，被何福堂抓了。外边的弟兄和他暂时联系不上。哦，他还说请求二小姐助他一臂之力，放他出来。他倒是会顺杆爬。我如果帮了他，我能有什么好处？哦，他说半年之内酬谢您金条三根。三根金条还半年时间？这王三春是太精明了，还是真的失去了局面？二小姐，咱别跟这种人做买卖了，就为那点钱，这他不值当啊。你去跟他说，我答应跟他做这个交易，等时机成熟了，我会救他出去，给他备快马、干粮和大药，但他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哎，你说。3个月之内，他必须带着人马杀回风雷镇，不要让何伯堂和朱彩玲随时完蛋。我们虽然是后方，但疯狂的日本人在陕豫、四川一带进行频繁的轰炸。昨天的报纸大家也见到了，潼关、陕县接连受到轰炸，炸毁民房多所，百姓死伤百余。大家也都看到了，西安城一月数炸，损失严重，大家也都感同身受。国土沦丧，哀鸿四野。除了西南战场，眼下的皖北、豫中大战正酣，真是危急存亡之秋啊。可就在上月的14号，委员长还给西南联大、给云南大学拨款10万元，以救济两校贫苦学生，又分别为两校贷款400万元，以解决两校的周转资金。国家蒙难，资金紧张，仍然不忘教育救国呀，可谓是用心良苦啊，令人感动。西安的采访结束了，未发现危险事由，全团已经去了韩城。站长说我的保护工作完成就回来了。以后你先走。再说一句狂话，是吾辈不出则天下危矣。我们不光育人，还要救人。省局号召同仁为潼关、陕县的灾民募捐，在这一点上我们师范的附小就走在教育界的前列。一师附小一个小学就募捐了2000多元，我们教育局的同仁能拿出多少就看诸位的了。本局长首先在此向大家表示感谢。这是我2个月的薪俸，略表寸心吧。太好了。您请。那我们也捐。对，我们也捐。你也捐。来，我也捐。去吧，我也去。哎，走。对对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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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样，二小姐，全妥了。送饭的时候，我把。
备好的钥匙给他了，看守的酒里也下了药。白玉呢？他在不在？今天是妞妞的生日，蓝韵大爷上北院喝酒了。二小姐，您这日子挑得太绝了，老爷给全府各处都赏了酒，这会儿都喝得七荤八素了。那就好。哦，马匹我也备好了，就在院外，只等着去迎他呢。哎，王三川的人呢？他在院里，他说想见你一面，当面道谢。您要不要见他？看院子那些人都喝醉了。你有三五个时辰，绝对醒不了。好，我亲自去送王司令。我头先带路，二小姐，请。刘二全，果然是个女中豪杰呀。被我猜中了，雀雀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我说刘二全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你说你这一天好日子不好好过，你瞎折腾什么呀？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！二小姐，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，即使你想放王三春走，我本身愿意帮你，败落了无非一死而已，只当报了主子的恩情。可你让王三春三月之后带兵杀回来，我就害怕了，不能因为我和村儿的事儿就害了何老爷啊。刘二全，听清楚了吗？你以为你抓住他们俩的把柄，他们俩就要对你唯命是从了吗？他们俩比你有良心多了。王三春呢？你们把王三春弄哪儿去了？还惦记王三春呢？自身都难保，还是先想想怎么保住你这条小命吧。出去，走。夫人，弟妹来了。哼，我来告诉你，救你的人自身都难保，你就别再有什么念想。哼，我压根儿就没放心上，陪他耍耍，解个闷儿。一个残废，外加一个伙计，还能把我放了？哼，笑话。何府堂朱美人，哪个是省油的灯？这么多年了，别人不了解，我心里明镜一样。忌日快到了，我儿子的忌日一到，我就取你的人头给他报仇。夫人，来，把这个收了。夫人，这小的承受不起啊。
怎么了？还嫌少啊？哎呦，夫人您折煞小人了，这都是小的应当应分该做的事。再拿您钱，我成什么了？这不是给你的，是给翠儿的。老爷说了，后院的事儿我做主。今天呢，我就给你们俩做个主，你们俩呀敬我杯茶，就当你们俩成亲了，怎么样啊？哎，谢老爷夫人成全。从今儿起呢，你们就从通房搬出来吧，给你们拨两间房，具体住哪儿呢，让屋头给你们安排。小子这是怎么了？竟有这样的福分。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。翠儿可是好姑娘，好好待人家啊。哎，行了，收了，回去吧。谢谢夫人。去吧。哎呀，这段爱情如歌如泣呀。不是，您可讲讲怎么轰轰烈烈的这爱情？哎，这怎么讲啊？你讲讲吧，石先生。其实是我不会经历。这是沈老师给你做的望远镜，可清楚了。我是吗？嗯。几倍的？三倍的。回头给你们也做一个啊。好。你看看，这个北斗七星呢。哦，是不是？就是那个。是是是，大熊座，这叫做。你这边看。何福堂，你干嘛呢？回来了。啊，娘。来。娘，过来。你怎么才回来呀？都这么晚了。娘给你准备生日礼物去了。啊，什么生日礼物啊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你看看。哇，枪哎。嗯，喜不喜欢？嗯，喜欢。来，开两枪。这个可能不太合适吧，孩子过生日送他一把枪，不像个样子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年月这么乱，这女孩子身上没点家伙防身能安全吗？哎，陈老师，我也应该给你准备一把防身用。不需要。哎，没关系的。不需要。来来来，打两枪给娘看看。来。陈老师，要不你也来试一试吧，来试一试，试一试，真的，你试试。你能不能别难为陈老师？您事儿办的怎么样了？我都办齐了。有没有什么差错？没什么差错，不是人齐了吗？齐了咱就开席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咱开席开席，快快快，来来来来来，进去了。来来来，来来来坐坐坐坐坐，来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哎，施先生，来来来来来，啊啊啊啊，来施先生坐这儿。来，石先生。哎呀，哎，快快快，福堂，来，枪。啊，啊，嗯，坐这儿啊，你过来。哎，花巧呢？哎，夫人，来，来，你坐那儿。哎，好，快点。来，坐中间。起开呀，你来运。不是你们三个人非得挤两个椅子，啊？哥，没椅子了。施先生，这就是您教出来的学生。没办法。哎，把球坐过来。有椅子了没有？有了。有没有？有了。金玉，嗯，给两位老师敬茶。哦。石先生费心了。嗯。陈老师费心了。你们的布一共有多少匹啊？100多匹。100多匹哈。哎，对。钱呢？
钱是不是？都到了，都到了。全都到位了哈。哎，谢谢，好，谢。哎，王老板，您先忙。啊，好。哎，王老板，您这是去哪儿？去苏允小姐那儿。哦，哦，你们见过了？我们是好朋友。你们见了几次？两次。哦，两次就是好朋友了。相知就是朋友，不必在乎交情。嗯，说的真好。 有的时候就是那么一下啊，是就是，不是一辈子都不是。何先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嗯，哦，我一个兄弟失踪了。哎，你找那个素莹，你们都聊什么呀？我们什么都聊，今天打算小酌一下。何先生跟我们一起来小酌吧。哦，我就不去了。 来吧，把所有的烦恼都忘掉，一起享受。不打扰你们了。怎么会呢？我们求之不得呢。你着什么呀？有上好的大红袍。等我的泸州老窖子，好吧。啊？哎，那个彩玲是你的好朋友吗？这怎么说呀？ 直说，他也很好。And father. And father, father. 爹。嗯，哎，老伯，这是谁教你的？是程老师教的。程老师教你的，他口音怎么样？嗯，挺准的呀。你说 father。 Father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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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, good. Very good. 跟你爸爸走了啊！还真新鲜了，大白天的怎么回家来了？我听这话才新鲜呢，怎么跑你这儿的？这是我家呀。 哟，你还知道是家呀？拿什么呢？酒啊。跟谁喝呀？老屋。跟老屋喝？你在撒谎！你跟老屋喝，你用屁颠屁颠回家来取酒啊你？你是不是跟那个西安的小蹄子一块喝？我跟你讲，你说话你过分了啊！彩玲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，你当孩子面什么都说。我不跟你磨牙。 我问你，程立雪逼走施先生的事是不是你在后面撺掇的？哎，不是这个，怎么是我在背后撺掇的？这施先生是自己想要走的，他觉得程先生比他有才华，才华十倍于他，他自己退的。我几次登门挽留都不行啊，怎么是我撺掇的呢？你还程先生？你说怎么回事？是施先生自己要走的。 程老师说，新时期要有新教育，分类镇虽小，但是教育不能落后。嗯，他说他会教我们英语和数学，还可以教画画和跳舞。嗯，施先生觉得他不如程老师会的没有他多，所以就走了。OK， do you understand？ 施先生岁数大了，将来怎么办呀？还用你说吗？一切我都得管啊，什么我都管了。这还差。 我告诉你啊，你没事多看看去，你别让人老人寒了心。你行了，你别在这乱说了。我告诉你，施先生这几天没去学堂，气色我看的好多了。他一去学堂，就你这个宝贝女儿啊，折磨施先生是最有一套的。你呀，打不打呀？都是你给惯坏的。行了，爸爸走了啊。嗯，我走了。 你吃饭了没有？就去喝酒。啊，我一会儿吃。这是程老师带来的茶，尝一下，看看喜欢不喜欢。是什么？大红袍。 真好。
今天我请客啊，斗南山庄的菜，有乌梅、陈皮、煮花生，有酥烧鹅，还有两条鲈鱼，外加一些小的肉菜，可以吗？今天我吃斋的。哎呦，那真不好意思，你看我还把酒带来了，那没关系，我陪你喝。哎，好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夫人，您找我？怎么那么长时间才过来啊？怎么了，夫人？那个，你去赵小姐院子里看看，老爷跟她干什么呢？夫人，这爬墙根的事儿，您让我去啊？废什么话呀？你不去，我去啊。是，夫人。香味很特别，程姐姐果然不是俗人。我以前跟你说过的吗？这个香是有说法的，是我二哥自己做的。哦，是二爷亲手自己做的是吗？嗯，我二哥是赵家唯一能制香的人，方子是祖上传下来的。除了我二哥，再亲近的人也不给看方子。我二哥制的香，一年也点不了几回的。他总是说，怜香意识无端物，贪作馨香忘却身。哦，想不到二爷是如此风雅，当初是我唐突。如果不是大烟，一切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可是只要沾上两样东西，就把一切都给断送了。一个是赌，一个是大烟。希望将来的孩子们不要沾这些东西，就不会沾上二哥这样的毛病了。将来的孩子们看待世界的态度一定会更加的光明。我正想跟你说呢，以现在文昌宫的规模是不够的，应该扩大招生。怎样呢？风雷镇光有文昌宫是不够的，应该拥有自己的中学，应该让所有适龄的孩子都能平等获得受教育的权利。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，何先生盖了回龙场是振兴了这里的物质，而拥有自己的中学才是风雷镇的未来，真正的未来。